刚不刚？那我现在我就买薯条去，电影院里卖的老贵了。小严啊，你看首映礼那天啊，我会穿这种欧式的修身西服啊，你看你穿什么，咱俩会比较搭。我去啊，我穿什么都是。哎，求求你醒醒啊！醒醒好吗？我哥喜欢郑子双了，让我去刚啊妈！宁儿啊，你看这大兵赖赖唧唧的，你就让给他，让他去呗。这我好不容易才得到两张票。王宁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说人大兵平时对你挺够意思的吧？就一张片，你给他能怎么的？对，我说这要搁我，我早给了。哎呀，行，我看这样吧，那大家投票决定，票高者得，行吗？同意。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唱票。柳护士一票，柳护士两票。大兵一票，大兵两票，接下来将是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最后一票，让我们看。大兵三票。今天晚上我就要见到我的偶像了，我要把我的肌肉练得结实点儿。